好，那时候我又打对面的，单打选手，好吧。
知道那场抓的只要抢几球。对啊，我知道你有抓到好几球，而且反而抓不到球。我们后面出来输的球都是前排被抓的球，大部分就是发球被推到推对角，或者是就是放的时候可能起交叉都被。但是刚那场呢就输，后面那五球都是输。所以有时候开始体力下降的时候，更要拼搏，不能想要有冲动打小强，是不是？不能太急。因为我本身自己小球比重就比较少，理论上我应该是要多一点。那次我们有一场十五块十，还他在每一球在上面都刷那个球，其实那天刚好加倍被刷到爆了，球还上去变桌球，还刷，还20岁的跳一个速度很快，应该有练过，有啊，看那个就知道练过，可是因为那一场我觉得我们就有一些领悟。就那天那场不是交叉球被打比较多，然后被刷的球刷太多，太多球，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大哥做球给后面那个杀就，你等一下猜，一样要这样打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们先，对，那你们先吧。